王当家，想赚来龙底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Tracy 小姐淑文。哎，这个不管是男人或女人呐、啊，一旦年纪渐渐增长哦，这时候呢，你可能脸上你会觉得皮肤好像比较干一点，然后呢，有一些眼周啦、脸部啊一些细小的纹路慢慢的出现。这时候你也不要一个擦哦，很可怕的。如果呢，它就这样下去变成很深很长的皱纹，可就糟糕了。再来，如果又加上哇，头发越来越有这个白头发，一根两根就冒出来了，整个老了十岁以上哦。所以今天呢，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呢，女王要来教大家哈，我们怎么样改头换面，然后重返青春哦。先来欢迎我们今天身旁的好朋友，还有老师达人们。首先欢迎我们的美妆老师，也是达人，我们的范伟老师。Hello， 大家好 ，Tracy 好。还有我们的美丽达人啊、冠霖 ，Tracy 好，各位大家好，以及这个很疲惫，要赶快抢救我们的妈妈小花妈妈。Hello， Tracy 老师，大家好。好，所以这三位大家其实哈、都有看到，你看又有专业的老师，还有呢很会懂得保养的这些达人。那今天首先就是说，大家一般来讲哈，女人呐、啊，不管男人女人，这一旦会显老态，大家觉得最明显在哪里啊？其实有的人啊，就是有那种经验，就是看到你，然后你觉得就是黑眼圈，然后人家都有说你很累嘛，你睡不好。可是其实有时候很冤枉，因为可能前一天你已经睡了十几个小时，可是你的黑眼圈、泪沟就是很明显。对，做什么人家就是会觉得你好像很累、很辛苦。嗯、哇，所以这个惨痛的代表就是小花姐，对不对？对，你觉得什么所在让你看起来都是老给就老款呢？我的眼袋。眼袋、哦、还有对，还有这个一直冒出来的白头发。对，眼袋有的人说好像那不是叫卧蚕吗？那不是叫比较有电眼吗？其实吼，以前人家常常说年轻的时候叫卧蚕，老了就会变眼袋，因为你的卧蚕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就是会往下垮。而且其实医学上有讲过，我们的眼睛啊，它为什么会有眼袋会有卧蚕，是因为你的眼睛是一天里面最忙的器官，因为你看东西眼睛要转转转，要眨眼啊，你的眼袋又过度啊，其实是在支撑你的眼球在运转，所以你的眼袋是无可避免，它一定会与日做一个俱增。刚刚提到说好多的纹路，那包括哪些纹？而且我听说现在女生最 care 还叫做三八纹，来来来，大家。大家也检视一下哈，怎么样判断自己脸上有没有这些所谓的不好的老化的纹路了？从老师刚刚讲的额头，额头开始。确实，你知道眉间是最难的，有的人他那个眉间纹一生，就是你脸有任何的表情，人家都会以为你好像很生气，是没有办法避免。然后眼尾就是一些细纹，有的人爱笑嘛，久了之后细纹之后，鱼尾纹就会变皱。眼尾还好，因为大家觉得是。可爱，对，和蔼，对，久了之后就像哈巴狗，它还会夹死苍蝇，然后，然后再来像眼周局部的纹路，对，人中纹，还有我们的嘴唇，其实唇纹也是最容易显老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所谓的脖子颈纹，脖子，对，其实一般你刚刚讲到这些部位，是一般保养品很难去做一个照顾，但是当你纹路产生的时候，其实医美也很难解决，因为像比如说唇纹的增生，你不可能说这么细小的肌肤去做什么样的医美。还有包含在我们的脖子的地方，然后特别是刚刚小花讲这个眼袋啊，我之前就有研究过眼袋的形成。如果说你要透过医美的方法，你知道它怎么处理吗？而且有的人一辈子他只能动一次的眼袋手术。眼袋它一般医美的做法就是，我有分内掀式跟外掀式，外开式就是像小花本身皮肤还算紧致，所以这边开一个洞，医生用抽脂的方法把眼袋肚抽掉。那有另外一种内开式，就是把你的下眼睑翻开，从里面割开把它抽出来。可是我刚刚有讲到说，一般眼袋的手术一辈子只能做一次，是因为你的皮肤这个地方特别的敏感。对，医生做了一次之后，你差不多三年左右它又会再长回来。因为眼袋什么会长回来，因为你眼睛每天还是要再看嘛，眼袋还是会增生。可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方法，光要动刀这件事就很可怕呀。对，因为眼袋是脂肪啦，就是脂肪，就是比如、你的作息，就是你本来就容易劳累的人，
加上作息不正常，其实眼袋就会出来的更明显。韩国都有很多聪明的小方法，就是让我不用偷回天，但是用对一些急救的保养品可以帮我解决我的困扰。平常就要保养了。对，然后像我这种各式各样我都有试过，像是一边这种膜类的，都是像现在市售最流行的 SOS 的方法。那特别是因为我自己很，那是眼睛吗？针对眼睛，我自己最在意眼周的问题，是因为像我平常会看手机，我眼睛的泪沟，我的左右眼是不一样。那为了不要让人家觉得我很累，市售像这种的眼膜。对，有分凝胶状的跟这个所谓布织布的，一般都是外面这样一对一对、然后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我把它这边放到盘子里面，你可以看一下差别在于，就早期我们都会买这种所谓的布织布，然后布织布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在于说它敷大概十分钟，人家常常说妈妈你敷眼膜你十分钟你来拿起来，为什么反吸啊，对，会反吸回去。你敷太久没拿起来，那个反而会更干，对不对？而且布织布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有时候有的人皮肤如果是敏感，这个布织布抽，会刮伤你的肌肤。然后后来就有人出了一些所谓像这个是细胶的，你看它虽然是有一点透明，可是你看得出来它明显有很多的气泡。它本身的服贴度就不是很好，而且这个是人工的细胶，所以你服贴在你的皮肤上，它是没有办法呼吸的。所以你久了之后，皮肤就会觉得很干很痒，因为你的皮肤是没有一个呼吸的状况，就缺氧。那我最左边带来是这个晶晶的，这边整合是长这个样子。晶晶的，这是现在韩国最新的。我们之前常常在讲说，妈妈要做保养，我们不是都会讲说要用黄金吗？然后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它很特别。一整块是这样子，好像果冻哦，很像果冻，但是它很特别的地方说，这个黄金的眼膜，它是纯的胶原蛋白，它不是假的细胶。然后在韩国，他们很聪明，做这样子一盒装，就是这一盒里面它有60对，然后它服贴的度非常好，我撕在我的皮肤上。你看哦，我这样弄好之后啊，我的手这样甩，你超服贴的，它都不会掉。最神奇的地方在一点，就是它是胶原蛋白，它是不会反吸，所以我可以敷着它到天亮。哇，这就是韩国现在一个很可以敷那么长的时间，然后不用担心它把这个水分带走。是，好，所以赶快我们就要请我们的范老师赶快给我们小花姐抢救一下，来抢哦，永兴的雄心的技术哦，补充一下，胶原对眼睛周围真的很重要，因为人就是用胶原做成的，很重要。所以呢，其实胶原可以让我们肌肤变美之外呢，还可以让你的肌肤小细纹得到呵护哦。然后其实这个眼膜啊，我觉得它最厉害是它的纹路很百用，你知道吗？它可以敷眼睛，可以敷法令纹，还可以敷嘴巴，还可以敷脖子。我先敷眼睛好了，好不好？我先敷眼睛，因为眼睛如果有了眼袋之后，其实很容易看起来憔悴。所以他要眼睛闭着贴比较好。不用，这样可以。对，可以。其实我们顺着眼睛的下方。而且韩国很贴心，做成半月形。半月形的。符合一般的人，你不同的眼型、不同的脸部的纹路都可以。因为像我们常常买很多的面膜，有没有那个经验？就是敷半天这一块都敷不到，因为那个不是洞挖太大，不然就是贴合不了。小花姐，你头摇一摇，我看看。真的不会掉因为我觉得它，因为它半月形最厉害的地方，因为这个半月形，你要可以把泪沟给敷好，因为其实泪沟就是这个地方，其实泪沟就是因为打电脑、滑手机太累没睡好产生的。来，我这个地方呢是要加一个小撇步，就是妈妈有时候要省一点，对不对？就从法令纹跟木偶纹一起连在一起，就会这样反贴。老师，木偶纹是倒对就都木偶纹，其实在这个嘴角这个地方叫来。就布袋戏才有的纹路叫木偶纹，跟布袋戏昂啊，赶快，然后我们可以这样敷，然后如果说你没有木偶纹，可是你的苹果肌下垂，对，那苹果肌移位看起来也会觉得好像人肿肿的，那你就可以反敷，是 Nike 的那种勾勾型反敷过来，对，它非常好用，而且还有如果你今天参加一个 party， 你及时要急救你的嘴唇，你知道先敷在嘴上再化妆，那个嘴巴，我跟你说，男人看到你就想亲下去。好小口给它不灵不灵想亲下去哦，所以连嘴唇也可以，也可以，就是说它的这个非常质地很天然，没错。那也就再请教一下冠霖啊，就是说刚刚提到，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各式各样，像布织布啦、木浆纸，还有现在最新的这一种叫做胶原蛋白，对，它的差别在于说，以前传统你买面膜都会有经验，就是里面会有珍珠纸，然后你要敷面膜。
抖出来的那个一张纸，然后整个面膜袋子都滴滴答答。其实它代表的不是因为它的含容量多，代表的是面膜本身的脂质，它的吸收力不是很强，所以你才会导致于说倒出来整个都是水，滴滴答答。那韩国人他们非常厉害，就是说选用了胶原蛋白，做了一个新的科技，跟凝胶做一个结合。为什么是胶原蛋白？人的皮肤老师刚刚有讲三样东西，水跟胶原蛋白，是由这两样东西去做一个组成。你选择胶原蛋白，它对我们的皮肤分子是比较接近的，它的吸收度效果最好，而且它高浓度。你看这一整片满满的胶原蛋白，比你用吃的效果都还要来得好。对，所以它会比一般坊间像什么市售的不织布、木浆纸啊，胶原蛋白，它的这个呢？涵盖我们那些你说保养品的成分最高，然后它可以一次可以竟然可以敷一到两三十分钟起跳到一到两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哦。那可是这边也要提醒观众朋友，如果你是用一般的这个是面膜哈。一定不可能这么久，就十到十五分钟。对，你记得十分钟一定要拿来拿下来，不然它会反吸，你就会发现说敷面膜都没有用。那胶原蛋白会被吸到很薄。哦，是。我补充一下好了，刚刚那不织布，其实以前我们在帮艺人化妆的时候，就是化妆之前拍照一定用敷眼膜。那不织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敷上去第一是不吸收之外，不织布有纹路。那一敷完之后啊，我们的眼睛周围就好像小格子。你知道这个就完全没有，敷完之后你知道就是平的，就是好像一个小熨斗，小熨斗，对，就只是平的，对，走过去之后就没痕迹。所以这个什么叫做凝胶？大家看一下哈。凝胶它是一个，对，它讲的就是说，把这个高浓度的精华液跟胶原蛋白在半固体的状况相互连接，然后它跟皮肤结构是最相似的，所以它叫做一个水溶性的一个面膜，皮肤吸收效果最快最有效，而且高浓度的精华就是你敷了这个眼膜的过程当中，其实等同于在加强做一个保养。如果我想要拿来针对刚刚讲眉间纹啊，其实也都可以哦。是，对，就是你哪边有的纹路，你顺着这个半月形都可以做一个搭配。哦，好。其实像我们一般外面市售啊，大家都知道说黄金的保养，从埃及艳后到慈禧太后，甚至到韩国，其实以前的后宫嫔妃没有那么多的化妆品，他们就是很强调，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在素颜的时候皮肤要蓬润蓬润。其实黄金就是最有效的一个导入的一个成分哦。那韩国他把它做了一个升级，里面添加了包含像 EGF、茶叶、香橙果、甜菜碱，还有下面这么多的复方的草本，其实是针对我们一般眼周有的暗沉、干燥、细纹、烹饪，你所需要的，它一次帮你全部搞定。而且老师，我们可以看一下小花那一块，把它撕下来。哇，因为这个敷的过程中才三分钟左右。对，可你刚刚说可以至少敷三十分钟以上。对，然后我自己的用法是敷到天亮。你看。光是敷的时候这个滋润度有提升，等一下我们再把它继续敷，那广告回来再看应该会更明显。是，好，真的是没有丑女人啊，只有懒女人啊。那我们要善用一些呢最新的科技小法宝哦，然后让我们青春冻龄美丽无痕哦。广告回来更多的分享。青春，来看一下小花姐脸上的这个黄金眼膜的状况。对，你看敷了这么久，还是一样这么湿润，都没有变干，没有反吸耶，而且没有往下滑，没有往下滑。哎呀，对呀，真的是很服帖哦，超服帖，你看超服帖的，哇，平了，然后法令纹也超有效，连木偶纹一起。是，这个是完全就是单独，只是靠把保养品。哇，大家看一下两边的对比。对，因为它是属于那种重度，你知道吗？对，那个眼袋哈。对。好，我请老师口音明修测一下，你那个看那个两边的眼袋。它其实眼袋是真的哦，你看大家看它眼袋其实是真的。你看另外一边没有处理，啊、不管它。对，而且你看敷完之后，它的法令纹变浅很多。这是真的很明显呢。啊、然后皱纹呢？你看它的眼袋，它眼袋变浅了，皱纹也变浅了。到目前暗沉的地方也很明显变亮了。对，这是目前完全就是只靠保养品的状态。等一下我们还有更厉害的，老师还要教给大家。是，好，所以这个老师手上的这个黄金眼膜的部分，说也不要丢掉，是不是？不要浪费。其实通常它还有个秘密武器。对，其实哈，我常常从韩国带回来，请老师帮我也买。我们先拿出一个神秘的热水，好，你来看这修这边冲啥？因为韩国人啊，除了说他们在美容保养的科技越来越进步。
他们的阿祖玛也是精打细算，像一般啊，阿金玛啦，对，来，我看一般的这个保养品在冲热水，请老师冲热水的原因是因为说，像这个黄金眼膜，它本身是胶原蛋白纯的，你用完之后，老师左边右手边这一盘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用完你刚说干了，对不对？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对，我们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它其实它已经变得很薄，我们就不要浪费。那在韩国的用法就是你把它放在热水，因为它是凝胶跟胶原蛋白，它预热之后会解开它的分子，然后快速的搅拌完之后会变成黄金洁颜水。有，刚刚冠霖说，哎，马上瞬间就是把它溶解掉，化开了。因为这个是要很纯的胶原蛋白才能够做到这样的效果。哇，这也是目前我在一般外面的美容保养品啊，唯一找到一款眼膜它可以变身所谓的黄金洁颜水。哇，完全一点点都不浪费，而且可以分解。那这样分解完是要干嘛？分解完之后它的用法你可以当黄金洁颜水洗手啊，或者是你奢华一点拿来洗澡，它的效果都特别好。对，所以等于那个晚上我们可以顺便来一个热如果你泡澡是不是，然后找浴缸里面就把这个洁黄金水。我分享一下我的新的用法，就我几乎有时候太累的时候，我会每天敷或两天敷一次。那敷完之后你不可能天天泡澡，我就放在一个 小的那个密封盒放冰箱，然后我现在泡澡的时候通常放到浴缸里面，就哇，你全身肌肤都是很滋润。哎，这个就是埃及艳后等级的嘞。而且我们来做一个实验了，其实一般所谓的凝胶，黄金的凝胶，你怎么知道它的分子对皮肤吸收好不好？我请老师帮我做。我们拿了一般的这个海绵把它放进去到里面，放进去里面，我们来试试看它的吸收度跟保水度是怎么样。哦，就是模拟，就是说，其实皮肤如果我们有吸收到吃到一些比较好的保养品，对，哎，这个是一个模拟啦，让大家了解。模拟说你的皮肤如果在一个很干燥的状况，像现在换季，其实皮肤很容易干痒。那这里面的黄金跟胶原蛋白，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拿出来，可以看到说它在吸饱水之后，它的烹饪度相较之下会非常的高。一般很多的保养品，像我自己啊，这种瓶瓶罐罐啊，我都买过。然后它的吸收效果，我最怕就是擦了没有用。可是这一款我觉得很棒的原因，是因为我敷完之后，你看哦，它的烹饪度。对，而且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在做保养品的时候，他就在抹了，他会发现说，哎，弄个捧起来，阿喜公，我当下重点的喜公，你可不可以吸收的进去？然后再来可不可以 hold 住它？对，吸收要能够 hold 住，要能够留得住。那它这个胶原蛋白是人体本身就本来有的成分，所以它吸收效果是最好最快的。来，我请老师两颗球帮我拿起来，两颗球，然后捧起来就放在它的那个那颗。已经敷过的，就是这样子模拟它的状态，然后另外一边的是够哒哒啦、欧爆啦，哇！所以一定要透过保养啊，让它吃得进去，然后把它烘起来，对，好。所以如果观众朋友也有自己有这样的困扰，可能是有的人就本来就熊猫眼啦，可是如果像他这样端端端那么大一粒的，好，我找到了一个新的科技。来，除了这一图，对，可是有新的方法。這個、在韩国，因为医美很盛行，那难免医美都会有风险。其实眼袋最怕就是，如果你没有遇到好的这个医疗的，万一不小心有风险，万一小可能感染啦，或者是说万一手术失败，你知道一个眼袋可能会变两个或变三个。有的失败会这样，那在韩国像这种瓶瓶罐罐的、啊、这种什么眼霜我都试过，但是韩国现在很厉害，保养品已经不够看，对，它是立刻像这种眼袋度，它立刻擦了，它让你立刻眼袋看不见。它可以用透过化妆，让我们有甚至到达有泡泡眼的朋友都可以把它隐形。而且它很厉害，是以前我们化妆老师就知道说，像我们如果黑眼圈或泪沟，我会用不同颜色的遮瑕膏去遮。那因为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厉害，那韩国现在很厉害，就是它不分肤色，它设计了一款黑眼圈、泪沟、眼袋，不管你是凹的还是凸的，它都可以立刻让你看不见。这是化妆品就对。来，我们看一下，就请老师我们的范伟老师直接来教我们哦。好，这是化妆品它是化妆品，最新的化妆技术。好，它挤出来的时候是橘色的，因为橘色呢，在化妆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修正我们的黑眼圈的。哦，对啊，哎，我有买过，哎，就是那个橘色的，我也是请教我的彩妆师，就修容。对对对，你要用这个比较容易，任何的，你只要这边有一点小猫眼，对对对对，都是。可是对我们来讲很麻烦，是因为我们不像彩妆师，你每一天的黑眼圈、泪沟是不一样的状况，那常常就是失手。
袜柜桃，可是韩国很厉害，就是像老师现在在帮他操作这个橘色，是不管是像 Tracy 或者是我或者老师，我们不同肤色，其实只要这一支，它都可以帮你达到一个自动一个校色的一个功能。你像远远看小花啊，它本身是有擦的这边有一点橘橘的，对，可是它慢慢的橘在消退，是因为干掉，对不对？它是在搜寻自动校色小花的肤色，对，所以不管你今天是什么肤色，它这一支都可以搞定。那我们现场啊，请小花带的这个电风扇是为了让它加快它的效果。我们现在是一镜到底啊，你眼睛千万不要眨。如果在家里面你没有这个小电风扇，大概就是在30秒到1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好快速哦，是完全是在变魔术嘛？对，已经平了。所以这个在韩国就是又称眼袋魔术师。所以难怪你说韩国人拿这个，他是当他比较老的演员，然后他要画这个年轻的妆，特效妆。对，以前有时候穿插拍的时候，一会年轻，一会老的时候，你就要对老人家演年轻是最难的嘛，对不对？所以要用这个来去。现在很流行那个穿越剧啊，对哦。等一下要回到20年前的是这类个话题的20年前、啊，所以只要有这一支啊。你就算没有专业的彩妆师，你都可以快速没有风险找回你的青春。哇，给我告少年呢，小花姐，妈妈变姐姐了，心情如何啊？我感觉这边安尼变安安呢。哦，安安紧紧的啦哈。哇，所以等于是两边，你看一下那个对比，一个就是18，对，一个都是58。哇，好开心哦！太棒了，难怪哦，人家韩国的这种科技，尤其他们的妆容啊，或者偶像剧，有时候穿越来穿越去，跑来跑去，哦，就是刚刚讲18岁跟58岁，就是靠这一支。对，这是一个新的科技，就是里面有所谓的六生态，有腺苷这些成分，而且这些成分它就像是有好几只手在把你这个蓬出来的地方，帮你往上拉 ，hold 住。对，它里面呢、有5种的草本的植萃，包含所谓的日本的黄连根啊、黄芪根、玉竹，你看这些其实都是比较偏汉方复方草本的方式，它要帮你做植萃跟自动校色的一个功能。那最右手边呢，它添加了所谓的六生态跟腺苷，它要让你能够紧实复活，是因为在很多专柜你要达到立刻，像有一个专柜有个什么小棕瓶有没有、它里面就是非常高浓度的腺苷，因为腺苷就像我们皮肤里面所需要的能量、高浓度下去，你的皮肤即便在一个很疲惫的状况，它都可以像立刻醒来的感觉。人家说眼睛是灵魂之窗啦，对吧？阿丽亚基本有显露疲态，马上就看出来。好，那所以我们也在提醒大家，其实这整个的这个保养是有一整套哈，就是说等于是说我们要先皮肤脸洗好，然后每天的保养都要做。我自己的用法是说，现在三 C 你不可能不看手机不看平板，但是我晚上回到家里面，我会选择这个韩国的这个黄金的眼膜，然后我把它敷上去之后，就去做我的家事，然后看我的书、看我的杂志或者是电脑。敷完之后，记得不要拿下来，就是可以敷到天亮，因为高浓度的黄金跟胶原蛋白不会反吸。是你敷到天亮之后呢，我再把它变成黄金洁颜水，拿来洗脸。来洁颜水就是那个，等于是说你刚刚那一片，它用完之后剩下的这个，再提醒大家。然后这样就顺便可以敷全身了。对，没错。然后它很简单，就是你饮水机里面的热水倒出来，它这样子就会快速的融化。你把它搅拌完之后做成黄金洁颜水，全身拍一拍，全身拍一拍，或者洗澡当化妆水泡热水也可以，都可以。因为人家常常讲吃胶原蛋白，对，皮肤是你面积最广的一个器官，你把黄金跟胶原蛋白洗进去，你那一天会更蓬润。那救急就像小花会有黑眼圈、泪沟、眼袋这种凸的保养，它能够达到的效果是比较短暂的，没有办法那么快，我就会用这一支韩国最新的眼袋的魔术霜，而且它很特别哦，它是一个针头式的一个设计，所以它上面其实没有针头啦，对，只是它其实它设计很简单，是因为说这是一个全新的科技，是，然后它要用这种所谓的真空玻璃瓶，把所谓的活性锁在里面，让你挤出来每一滴都是最新鲜的，然后再针对你的眼周肌肤快速的做一个紧致跟眼袋的隐形。而且最重要是使用这个没有任何的技巧，就用手指头简单的在你需要的地方涂一涂，涂开就搞定了。那我们现在是上妆就完成了，就出门就铺一点蜜粉，就非常漂亮了，就非常的年轻。而且其实你看这个过程当中啊，眼袋让它肉眼看不见，也只不过是30秒事情。老师这样铺粉，
也不到三十秒，不到十秒，一分钟你就可以快速美丽。靠化妆可以让那个凸跟平之间，来我们看镜头哈，来一边我们看一下，来那个泡泡眼的侧面，然后老师给他按两下，这个还是健康的哦，对，哦，可是另外一边已经是完全是平的。来，透过化妆技术，来我们侧脸也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哇，你光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得出来，一边是蓬的，一边是平的。对，只有韩国现在最新的化妆可以做到这个程度，而且不用动刀哦，你也不需要任何的技巧。那我特别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今天做保养，爱做骨头，晚上记得要用这个高浓度的黄金胶原的眼膜，它可以快速的吸收，抚平你的细纹，眼下啦、法令啦、眉间纹啦，任何的纹路纹啊。把纹路解决，你就变年轻。但最重要是白天要出门的时候，就用这一支小小的眼袋魔术师。不管你是什么肤色，而且特别是有一些爸爸，你不要觉得你有眼袋就放弃自己哦，因为它是自动校色肤色，真的。即便是男生擦了，人家也看不出来你擦了什么。是，其实现在男生爱漂亮的也很多啦，哈。好，所以不管男生女生，我们都要爱自己呀。是。那所以聪明的选对保养品跟彩妆品，我们就可以hold住年轻，维持冻龄哦。我们今天也谢谢来宾的分享，谢谢。那如果大家对我们节目当中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呢，也欢迎大家上我们女王当家的 FB 粉丝团来做进一步的了解哟。女王当家，想赞来拢底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Tracy 小姐淑文。人家说哈，这个白头发是智慧的象征呐。可是呢，头发真的太白，看起来就显老，对不对？那我们要怎么样呢？透过改变发色，然后找回青春的本色呢？好，我们今天也来邀请我们的好朋友们来一起分享哈。所以要找回青春发色啊，其实我相信我们今天现场的好朋友大家都很有经验哦。这个问我就对了哈，因为人家说久病成良医哈，就是这都是讲的哈。那因为我比较注重于自然的东西，那怎么原料相对安全又自然？对，所以我去研究很多种一些配方，对，比如像你们染布那个地兰叶，对不对哈？对，还有姜黄，是，还有咖啡。我想，原来现在有所谓的跟植物戒色的什么染发剂。那我就开始用，也是最新科技哦。对，然后就开始用，因为是朋友从日本带回来的，我就开始用，也不错哦。因为我进前哦，开始哇，你不种诶，你一样吼，嘿农民皮都奇怪，我这茶园哈，因为茶香怎么有那阿摩尼的味道，好尴尬。然后就说，吴老师这头，跟他是，我说排水刚染头发，所以后来我开始第一个颜色要自然，再来。不能有味道，是这个有味道这件事，我看那个小花妈妈一直点头，你也是很怕对不对？立功你都撑到紧绷啊，我都是撑到一个多月，因为长出来一小段真的很难看啊。对，就像现在就是最尴尬的过渡期，而且染出来都会有那个阿摩尼亚的味道，然后晚上睡觉一直闻到那个味道，我根本没办法入睡。对，以前最早是用这种叫膏状的，对啊，对，哦，膏状就是我讲的无比。然后呢，染了之后呢，变亚两个种子，很臭，阿摩尼亚味道。而且膏状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的话，你就是一次把它用完。可是如果刚刚讲到说针对补染，我其实用不就没办法，没有办法用。还有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我出门前会比较赶，对不对？对，后来我选择用喷的，喷的问题来了。对不对？那是暂时的。一下雨或者一流汗，对，一流汗的时候哇，完了，整个流出黑色的汗，对，黑色汗，然后说，吴老师李安娜，其实哈，不是，是因为哈，这种喷的很方便，但是它是一次性，就暂时性的，暂时性的。那后来我刚刚有讲说，后来朋友从日本带回来这一种，所以这种泡泡染。听说那种日本都那种像少女团体啦，或者少男团体都喜欢用这种，既快速又安全。可是听说今天这一个不是一般的那一种，染一般黑发的，它是针对白发的咯。对，是针对白头发的。针对白头发就是说，像我们是讲长白发就显老哈，它针对白发的染剂哈，那很简单，就是像这个打开，我那很好奇说为什么。不是像以前这种一管一管的，或者是像这种用喷的，一管一管的。我打开犯好奇说，它这是很方便，就是它打开就是两个，所以颜色，
啊，一个颜色，两个包装，一个是颜色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洗头发的。嗯，那他附一个，我觉得很好奇是，他为什么附一个手扒鸡手套给我？给你吃手扒鸡吗？染发顺便。后来他，我朋友才告诉我说，在日本流行这种说扣着染发，它分子比较小，它只对于毛鳞片。哎，后来其实我还是有小研究，毛鞘片是什么？指甲，嗯，还有头发，这些有毛鞘片的东西哈，所谓的那个部位，它才有什么上色的效果。所以相对什么知道吗？像指甲有这个角质层啊，头发有毛鳞片啊，它都是属于就是这种比较植物泡泡染它会容易上色的地方。对，要戴手套。那因为它分子小哈，嗯，一般以前我去染的那种染剂，它是先破坏，所以它是 ammonia 破坏你的那个毛鳞片、头毛鳞片，再把颜色塞进去。嗯，所以你看哈，一趴做大坑哎，啊用什么趴？用化学药继续去帮你把洞打开，对。但现在这种分子小，它不需要强迫的去把洞打开，它是分子小，所以它没有 ammonia 成分哦。好，再来就是，所以我发现吴老师手上是两包哦，对，两包哈，一个是染剂，一个是所谓的护发剂。哦，是。那我习惯了哈，拍摄我习惯。所以要使用上要两包一起下，对，一起剪了。那为什么说它方便，你知道吗？它一次用这样子一组，对不对哈？相对的。伊的迄个颜色，它不会糟践起，所以袂使讲我要较鲜的，我都一盖用一包啦。袂使吼，伊迄都一组都是。但是它好处是说，它顺便像我这样子补染的一个分剂，然后一个分量哈。像我平常两个月补染一次。所以小花妈妈最害怕的 ammonia 的臭味，等一下哈，要作用在你的头上，你就可以知道。我等一下就可以知道。对哈，它很像我们去美发院洗头发那个洗发精香香的味道，淡淡的花香味。对，因为它就是有自然的花香，而且它的颜色是用什么自然的颜色，比如说咖啡啦，或那个什么地南叶啦，这边有看哈。好，所以这个就是跟植物借色的概念。所以吴老师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有比较最新的这一种，它是跟植物介色，像是地南叶或指甲花、姜黄跟何首乌或咖啡跟青黛，这些都是大自然当中呢，它自然这个食材或植物就有这些颜色，跟它介色的意思啦哈。好，所以要掌握到的是说，是不是如果我现在是要补发，就针对哪个直接白发的地方，就直接下手。其实基本上你应该是会洗头就会染。这个是超简单的，而且也不用人家帮你，只要会洗头就会来，然后记得要打圈圈，因为就借由打圈圈的方式，让它颜色可以上得更均匀。是是，了解，因为头发本身也是柱状体，在显微镜下是一支诶，对，所以360度都要均匀给它磨。看一下小花姐，其实她鬓角边边呢，我们画面也可以拍到特写，其实她连。只要是鬓角、头顶，因为它现在是处于尴尬期，是就是要补染的阶段。对，好，所以那鬓边都用颈流给它搓下去哈。吴老师，那这个会怕说抹到皮肤吗？哦，我跟你讲哈，像我自己染的，我染之后我会照镜子，稍微旁边哈，来我们请老师擦一下，是这边已经有了一个，对对对，可以稍微好。来，我们转过来给画面看，假设真的是染到皮肤，那这个地方，那不用担心，对不对？然后擦掉就可以了。对，就很简单哈。那我觉得说，你自己可以做测试，像你看，我就跟老师再借一下哈。现在我就是用手哈，证明说它不会。来，老师继续帮我们小花姐。小花姐，你们自己先看哦。我抹上我的手上面哈。好。哦，第一个，我建议说你买任何染发就先抹手。如果说是不好的，你手会痒，会肿。对。它马上就会什么不良反应哈。然后经过个，比如说10-20秒，都没有任何反应，代表第一个，它对你的身体相对是安全的哈。然后再来擦掉，你看一下，我擦掉了，不夸张不？它擦掉了，代表说不会粘在皮肤上。对它，因为哈，你记得一件事情，任何东西你不要再提皮肤残留，而且太久的话，它相对是安全可靠的。所以你看，我一定选择一个天然的颜色，然后快速上色方法。那我大概比较一下。市面上大概很多种目前有分很多种染剂，有一般染剂跟植物的什么植物粉，还有新式这日本的一个萃取的一个染剂不一样，是不是比较新式的？对，它是用植物的，像花啦、叶啦、根啦、茎啦，把它萃取出来。一般化学的话都是用色素，色素一定会伤害皮肤，一定会伤害身体哦。而且呢，它会两段式的，比如说第一个先破坏，是破坏之后才能够把颜色打进去。那花粉的话，相对是比较安全，可是它要很久，为什么？它分子很大。就是可能传统是说，勾炸我或者就在妈妈弄些菜奇亚买一包混的。对，好。哦，那一种的话，其实它也不好上色啦。没错。那吴老师现在讲的是这个最新式的，对不对？快速上色，就是只要直接。快速上色的话，第一个它分子小，
对。然后呢，它不需要破坏你的结构，它是分子小，它感觉它就钻进去了，它就让你自然那个什么颜色就上在我们的什么头发有毛鳞片的地方，所以相对的它安全，它方便，它不会造成二次伤害。对，好，哎，我看一下哈，所以其实哈，如果大家你觉得自己是手残那一组哈，哎，反正你也要塞桃，你得要捏桃盟啦哈。我们看一下，刚刚这样随便乱搓乱搓，然后小花姐，我看跟老师哈，即使抹到脸上的皮肤，它就是湿纸巾给擦着的呀，其实。哎，你看一下，马上就很快速的就上色。小花姐，你觉得那个味道如何？头发会不会刺刺？有淡淡的花香味，而且没有刺激感哎。没有被吵吵啊，眼睛会不会熏熏的？不会不会都不会哈。好，那这样子的时间大概要多久了？大概7分钟到8分钟就差不多了。好，为什么知道吗？因为它本身分子小，它快速上色，所以它安全。好，所以大概7到10分钟这个 range 当中呢，轻松的就回复。我们年轻的发色咯，广告后马上回来检验成果。哇，今天好年轻哦，变年轻了，真的真的好棒哦。对啊，该逃啊，这个真的很神奇耶，染起来不但有花香味，而且你看我现在洗好以后头发蓬松，然后头皮完全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染的过程它卡被吸吸，头皮不会刺刺痛痛的，然后也没有那个阿摩尼亚臭臭的味道，对，很舒服。而且你知道吗？那个阿摩尼亚那臭味，有些人因为头皮跟眼睛很近，有的人那个过程会流眼泪，老把油哦。而且它是在一个很短时间内，像刚刚它染好去洗，我们在这边做差不多有5分钟嘛，立刻洗。最强对它吹大的话，大概8到10分钟就对，因为那个就是分子小的原因，没有办法那么快。是是是。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小花姐真的没有比较，大家不知道哈，无逆无逆实在是差就侪哈。好，我们看一下她现在这样真的是哇，给笑脸要砸毁，你看麦啦。其实我跟大家讲说，我刚刚回来说，哎，那发际线是分是不是是不是分错边啦？其实不是，是蓬松了。因为我怎么喜欢连美人尖都出来了嘞！我跟大家讲说，为什么我觉得说这样子相对 对我而言是非常好，因为其实我头发发量比较少，所以一根头发都不能少，是一定要用安全一点的。那以前我是染完头发之后，我要洗蓬松的头发，才有那么年轻感觉，但现在不要一次搞定，它让你黑发变白发变黑发之外呢，头发蓬松，跨开头毛较侪，对，然后马轻松，马较笑脸，对呀、啊，所以哇。这个小花姐这样子真的是，我觉得大家一定是会让人家耳目一新。对，就是年轻了，对，而且她没有花很多的钱，没有花很多的时间，是很快速的，很简单。那最重要就是说，吴老师也请教一下，今天小花姐她示范的是哪一个颜色？她示范的是那个自然黑的部分，是这个颜色，对不对？因为她的头发原本就比较黑一点点，对，我们在配色的时候选择比较接近自然颜色，自然黑。对，所以如果你的发色或你个人比较偏好它自然黑的朋友，你可以用自然黑，对对对，我们是用西欧啦，哈。好，然后呢，再来呢？其实这当中我看到也有咖啡黑啦，还有什么栗子色，所以咖啡黑的是比较咖啡色的，对，阳光下比较咖啡色的，对，哦，啊，栗子黑的是栗子黑比较暗色的，暗色哈。我先讲一下，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那个咖啡黑跟栗子色哦，这两种颜色，我做给你们做混色。哦，你的意思说咖啡色也是染暗色，两个颜色搭在一起。你可以说哈，因为你可以用自己喜欢，这样叫什么色啊？我们叫做咖啡粒、哦，咖啡粒哦，有咖啡够红啊，那人做会，所以自己可以自己当自己的美发师哦。尤其要过年啊时阵吼，是讲今边吼要嫁娶啦吼，啊要做伴，要做迄、那、落、個，哎、欸、丈母娘啊，对嘿，嘛不让伤老嘛吼。所以像我的方法，因为我说了，我说吴老师现在示范是咖啡黑加。虽然我年近半百，但是我希望保持25岁的那个新发色。所以我就是哈一次就两包哈，但是用了一组就两包，一组两包哈。然后因为现在是混色，对，然后咖啡黑我喜欢一次剪了哈，我就想把咖啡跟那什么栗子色一起把它混。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的发量啊，你要补染，就像小花姐她刚量比较大，她可能就是要一套，你就可以其实一组是咖啡黑，再加一组栗子色，栗子色哈，你可以自己配合心情、啊。对对对，然后呢、哦、也是一样哈，8到10分钟，天气不一样，如果天气热一点，大概8分钟一定搞定。7到8分钟，对，7到8分钟。好、嗯，那如果说像冬天的话，就可能要靠10分钟哈、嗯。那如果说你要颜色深一点，就把它什么
放久一点，颜色比较深哈。嗯。那颜色淡一点，把它放时间短一点，就变淡一点点。嗯， 嗯所以为什么我喜欢这个？有点像什么智慧型染发剂，也是这个道理。好聪明、哦，真的。对对对。然后呢，也不用特别再去什么，你要染之前不用洗发，你先把头发拟好之后一起染跟洗一次完成，就很简单、哦、好，染跟洗跟护一次搞定，所以其实也提醒大家，就是说一定要先怎么样戴手套，然后呢两剂要一起哦，然后因为它是一个是染剂，一个是护色的，这要一起，然后之后呢我们就是像洗头发一样均匀的抹上去，头发搓搓搓搓搓，然后呢停留7到10分钟，就看冬天或夏天啊温度哦，那再来要洗头发的时候就要按摄哦，啊，也要戴着这个手套，因为为什么？它只会染色在你的指甲跟你的毛鳞片哦。哇，复习完毕。我今天带来一些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前我帮朋友染的，还有那个农会大哥染的，就是说像女孩子的话，对，这短发的话，这就栗子色。是相对就比较年轻，比较喜气一点。如果说你可以喝喜酒，对不对？给你时，我建议就这样染。姐姐，你可以这样染，就是针对白发部分，你这样规也喜功，而且阳光底下，黑发跟那个栗子色部分，它颜色有层次感。那个年纪感，你看差多少？差20岁，有差就这样。那男生的话，这就是什么自然黑跟咖啡有点染这感觉。它颜色真的很天然，不讲不知道是染的。感觉它的发量染完之后，真的是比较变多了，因为跨欧哈都看。嘿，头毛变较济啦。所以有时候其实不是讲你的头毛变足少，是因为你头毛拢变白去啊，所以看起来变足少诶。所以要把它染一下。那在这边呢，我们也特别哈 ，Tracy 也帮大家做了一个小功课，跟教大家为什么一定要用白发专用的哈。来，我们一个头发，你要从黑发变成白发，这样看得到吗？有没有？这边是有反光，有光泽感。对，这个不是好事哦。当你变成白头发，代表你的头发就是一挂靠干五折的膜，一变五折的顽固的毛鳞片，它头发结构是改变，所以安内代表啥？那那安内你也要上色是较简单，你外面多了一层膜，你要上色就夹辣的哦，要很用力哦，它颜色才吃得进去。好，那再来呢？我们看一下，当你的白头发，你看。黑头发本来整个是有颜色，其实一个头发里面它有四个颜色，对，构成我们一根黑发。那变成完全变白发的时候，其实呢，刚刚讲外面先形成一层膜，就是顽固的毛鳞片，然后里面呢，其实它是有空洞不完整哦，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你颜色很难进去，再来进去之后，它又很容易掉出来，所以呢，我们要用最安全的，而且是最天然，不要破坏它的，让颜色进去，然后要固色，所以呢，染完之后要同时结合，可以护发的概念，颜色才不会又掉出来了哈。所以这里啊，也就是刚刚吴老师讲到的，就是说分子小好重要。传统大分子它先破坏之后，你头发变较酸较脆，就很危险。那小分子它不会破坏发质，所以有些为什么染发之后不止臭，而且容易掉头发，传统的，而且会变变脆，对，变扫把。新式的话它不需要去强力破坏你的头发，所以这样代表就是说，你看哦，如果分子小小的，你是不是毛鳞片只要开一点点，颜色就进去了？对。可是分子很大的染剂，你看，硬生生把你撑开了，它颜色才塞得进去。那可是呢，你这样分开之后，如果你又没有护发，它就整个变成稻草。对，变毕车。毛躁就是这么来的。是啊，所以一定要护发。所以这样两包里面呢，事实上是一个是怎么样染剂，还有一个是护发的元素。所以其实它是染。来跟护一起的，没错哈，一起搞定喽，那就不用花很多时间多做一次工，只要一次就可以搞定。哎，这真的是懒人，或者是说你干嘛我就。有的人干嘛也手就不灵活，你若讲洗洗玻璃吹，你自己在 DIY 其实也可以。对哈，所以好处就是你是剪开，都是一次把它用完，对，也不会浪费。那这个它保护在这个铝箔袋里面哈，它可以保存在3年，它也不会有变质的问题。好，所以再提醒大家，就是说染跟护它是一组，所以你不要说省哈。有的人竟然妈妈就够注意讲，哦，两包我头上就少，啊，我的。用一包的话，不行哦，因为一包叫染，一个叫护跟洗，这样了解哈？对对对。好，那紧接着呢，我们要再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其实帮我们的小花姐还叫做改头换面，把头发放下一下。好、我们要给大家再看一下她。我放下来之后好像少女啊。真的，还有我们也要看一下她之前还没有处理的状况哦。好，来看一下哦。而且真的洗完之后变超蓬松的。你看一下，我们看一下之前，就是。
你说的阿金阿金嘛阿朱嘛阿朱嘛大婶大婶好不要叫我阿朱嘛对不对可是没办法你看头发又白纹路又多啊个泡泡眼对哎今年你说要按那边叫你小姐嘛叫不下去呢哦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现在哇这样出去真的是嘿叫做什么啊风韵犹存，对，哇，这真的是很开心。我觉得男生女生都要为自己的面子来做打理啦。对，像老师啊，你自己本身啊，如果说也来提醒大家哈，像这个小细纹，是不是每天都要好好勤加保养呢？一定要啊！其实平常我们刚今天教大家用眼膜，对不对？眼膜去。平常保养，那再来呢？其实眼袋部分，其实我们可以用这个泡泡眼隐形霜，然后每天你出门的时候急救的时候，你就早上出门擦一下，上班都很有精神，同学会不用怕，就这样去，而且一定会年轻。特别的地方在于说，上妆的同时等同于在保养。像今天小花她第一次使用这样子的 BA， 只要你长时间使用久了，你的眼袋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哇，所以今年有够跟无够哈，还差就多。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教大家呢，真的是从头到尾改头换面，完全不求人哦。哇，谢谢来宾的分享，谢谢大家。真的眼睛的部分、哦、那个差好多眼神差好多他、啊、如果现在睫毛再戴一下哇不得了了年轻30岁哎、欸、真的有而且完全没有医美哦对没错哇就是用而且就是短短的时间内没有任何的技巧只要有手你轻轻一按就对所以这个即使手很笨的人也可以 对不对就是好像在抹保养品啊好哇所以每天这样小花姐你今天有学会吗好棒哦我今天很简单对不对对超开心很简单操作哇头发也知道只会